露露日前因拇指外翻动手术休养三个月，回归大热门的第一天就和陈汉典开直播和粉丝们聊天，让大家既兴奋又期待。感觉汉典很想露露，对，因为听说我第一个礼拜没有来说，好像很伤心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确实，其实我们大家不是只有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。对，因为刚刚导播好像很开心。对，然后其实谢谢导播。其实想说，其实三个月应该很快就过了嘛，就到了，就没想到比想象中还要快，怎么那么快就到了？露露铁粉就知道，他都没变，一样平，一样美。哇，你去死吧！是你的铁粉都知道你的特点。梁朝伟的帅度如果100分，那汉典至少9分。这个人对我很好吗？我发现我这样子，你看这一台。我有女工。先不要Peter 问说有工在哪里，这种东西叫什么叫国王的新沟啊，国王的新沟，我没有画好不好，如果英语懂画我还没画。有智慧的人才看得到。什么时候会出新专辑？好，来问到重点了。我刚刚已经给大家听我的新歌，全部都录完了。露露想听你唱哪女歌？对对。好，我今天来怒猜歌就有唱。来，等一下我这衣服好紧，我操！一洗洗就觉得要爆开。刚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，叫阮的感情无够重。凊彩讲三两句话，就想要我阮的思念。感情的世界看拢袂清。旧年的酒醉不能相信，是不是爱我三分钟、五分钟过后就冷冰冰？为难谁人你的好？我妈妈很爱唱。动情的人，好，我会加油。先出那个。来，请作答，什么歌？很多人都猜出来了啦。叫做心爱的麦照、nice。 OK， 今天是露露回归的第一天了，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。 在这个心爱的麦照这首歌声，对，这就是我那个时候要请假，大家对我的心声就是对我唱心爱的麦照。不止依恋先唱了好几首台语歌，即将发行新专辑的他让不少粉丝都敲碗，希望能尽早听到他的新歌啦。完全娱乐整理报道。恭喜完全娱乐 YouTube 订阅200万，首创电视与新媒体并行的娱乐节目 ，YouTube 频道订阅人次突破200万，是台湾地区前十大 YouTube 频道，位居台湾电视节目类频道冠军。希望完全娱乐多照顾五月天，然后大家也多照顾完全娱乐。谢谢完全娱乐对我的照顾。最及时、最丰富、最有趣、最不能错过。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。观众与艺人最信赖的娱乐品牌，让你无时无刻完全娱乐。